大家好，我是老五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呢，我们家雪儿住院，今天已经是第三天。她这个病呢，就是说恢复得特别好。刚才医生说呢，我们家雪儿呢可以出院，所以说今天老五也特别开心。等一下老五就去医院呢，把我们家雪儿呢接回来。毛孩儿，今天还是老规矩啊。今天我去医院呢，把我们家雪儿接回来。你们在家长都听话，让我省心。娇娇，好不好？娇娇，多多听不听话啊？啊？你听不听话？丁丁，丁丁，你看老五说听不听话。你看这个谁，这个圆圆还过来了。你听不听话？这毛孩也不惹事。你怎么样，金棍儿啊？能不能让我省心？你们几个更不要打架啊！胖胖打不打架？胖胖，胖胖也不打架，特别好。汪汪，你不要吓那些小毛孩啊，不要吓唬他们啊。我们家这些毛孩子呢，总体来说还可以吧，都特别让老五省心。牛哥现在也特别乖，不打架。经过现在，不管怎么说，他可以跟这些小毛孩啊在一起玩。你比如说这个月月呀，还有十一月香香，和他在一起玩都没有事的。金棍儿，俺吃的肥嘟嘟的，这毛孩胃口好，但是有些毛孩就不行，有些毛孩特别挑食。汪汪，这毛孩不行，这毛孩老五要小心一点。你打不打架啊？他其实他也不真咬，不真咬，但是有时候他老是吓唬这些小毛孩，他还是有点害怕的。汪汪。其实金棍很聪明哈，他好像听懂老五在讲什么。元宝也争了上镜，你咋不睡觉了，元宝？这个大黄现在特别好哈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看现在。脸上有笑容喽，之前愁眉苦脸的。妞妞可以，哎，好好好，咦，开心的，你看妞妞，嘿嘿嘿嘿，和金棍打着玩呢，打吧，小乖乖不挑食，乖乖。这毛毛不挑食，毛毛不挑食，毛毛就吃的肥一点。好了，现在老五开始走，老五去医院接我们家雪儿。